现在台风已经登陆福建了。当我们的这期节目首播的时候，也正是台风杜苏芮在福建沿岸登陆的时候。我们先来看看台风将来临之前厦门天空海面的景象，乌云压顶，气势惊人。这是厦门的演武大桥和海边的情景。台风侵袭，一秒变天黑，再加上呼啸之声，有人惊叹，这场景难道是玄幻片中谁在渡劫吗？其他的东西毁了是可以重建的，只盼人们生命安好，只要人还在，就还有希望。